好，请各位把浏览器打开，然后在网址这边，在搜寻这边输入 code 点 org code 点 org，啊，到 code 点 org 的官网。那在右上角这里有一个登录，啊，请各位点一下右上角的登录，然后请你把老师给你的学习代码输入进去。老师会给你一组学习代码，把它输入进去。输入之后呢，请你点选你的名字，啊，点选你的名字，然后老师有给你一张你的登录的资讯，哈，那上面找一下你的密码是哪一个。好，选好你的输入的密码或者是图案，然后请你在这里按登录。好，登录之后呢，这里是老师给你指定的课程的内容，那所以呢，请你按照顺序，好，按照顺序去进行你的进度。那每一次呢，好，这个是你的进度，然后这是前面的说明哈。那假设，好，假设我们现在先走这一关，那这一关里面呢，有十个单元，好，十个单元，那请你按照顺序就点进来。点进来之后，他会先有一段介绍，啊，会有一段介绍跟你说这一个章节在做什么，那你可以去看一下，啊，虽然它是英文的，但是这边会有中文的说明哈。好，看完之后可以把它直接关闭，好，看完影片介绍可以把它直接关闭。那左边呢，这个就是你要完成任务的一个内容哈。那上面呢会有说明哈，请你帮忙抓住那只顽皮的猪，然后把几个向前移动的积木放到运行的积木底下，啊，就说这个向前移动的拉过来放到运行的底下。那如果你确定程式都拉好了，就请你按运行哈。好，所以当说明的文字看完之后按确定，那你就按照指示。那至于要拉几个积木，你要去看你这边需要几步哈。那这个愤怒鸟往前走一步到这边，然后到猪这里是两步，所以我要拉两个移动向前的积木。好，叠上去之后，两步叠上去之后，请你按运行，啊，它就会开始运作。好，那如果你过关了或者没过关，它都会出现一个视窗告诉你哈。然后，如果你过关了，你可以按继续，它就会进到下一关。如果你没过关，或者你觉得过得不完美，你可以按再玩一次，重新再过这一关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继续啊。那到下一关的时候呢，都是一样的模式哈，所以请你依据提示，然后把需要的积木叠过来。那不要的积木怎么办？啊，不要积木就拉出去。拉回来左边丢掉就可以了哈。好，那确定 OK 之后，一样按运行。那如果没有完成任务，啊，没有完成任务，他就会说你没有完成任务。那你这时候要按一下重设，才能够重新再来更换积木的内容哈。然后在上面这个地方，就是你这一个关卡有好几个单元，那你现在进行到第几关？好，那如果你有没有完成的，比如说你现在直接跳到下一关，你现在跑到第三关来，那你刚刚第二关没有完成，那所以它这边就会变成一个白色的圆圈，然后绿色的框，这个就是没有完成的，然后绿色这个就是全部都完成的哈。那请各位就按照顺序去啊进行你的关卡。好，那么进行的关卡，如果小朋友觉得它很简单啊，如果同学觉得很简单，那你也都没有问题。那这边呢，请你就按照顺序来过关哈。那过完关之后，啊，这边如果大家都已经过完关了，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更多哈，点进来，这边是老师指定的其他的关卡，所以你还可以去往下一个阶段迈进，好，还可以继续往下一个阶段迈进。
那另外，如果你觉得这程式对你来讲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，那你想要学进阶的程式，好，因为这个都是积木，那积木是初学者用的，那所以如果你想要进阶的部分呢，你可以点这个显示程式码，然后它会切换成文字程式的方式来给你做学习哈。那这是以后如果同学觉得非常简单，你想要开始学文字程式的时候，就可以进到这边来做一个参考。那另外这边还有一个步进哈，步进就是它一次移动，一次执行一个指令啊。比如说我现在有四个指令，那我如果按步进的话，它会一次执行一个，然后这边会亮一个黄色的框框，表示它做完这一个动作。那你再按一次步进，它就往下执行下一个指令，然后再按一次，好，它就转弯，再按一次就前进。好，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功能。